香港女子冰球队创下历史，在星期日举行的女子冰球世界锦标赛 3A 组夺得金牌，获得升班资格，在播错国歌事件阴霾下报捷。港队领队关婉仪就话，在颁奖礼之前已经检查一次，确保播放准确的国歌。赛后亦都哭成泪人，发声明感谢男女子队、U18 的球员同埋佢哋家人的付出，仲话再辛苦亦都值得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亦都发文祝贺香港女子冰球队，大赞佢哋表现优秀，创造另一高峰。而港協暨奧委會亦都透過社交網祝賀香港女子冰球隊奪冠，表示港協將會一如以往全力支持香港運動員訓練和作賽。